沙川同学，我你为什么哭呢？猛男同学他一直在我面前说沙川同学的好话，不停说着沙川同学的事，他打算用婉转的方式拒绝我吧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所以呢，你要放弃吗？我不想放弃，我会努力的，因为以后应该不会再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了。也对，像他那样的人不多。我已经喜欢上他了，非常的喜欢。好，再说一次。什么？请你再说一次。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喜欢谁？我已经喜欢上猛男同学了。再说一次，请你说得清楚一点。人家已经喜欢上猛男同学了。保险起见，再说一次吧。我喜欢的人是猛男同学。听到了吧？好了，你也告白吧。什么？快点出来了。因为他没有亲耳听到的话，就没办法相信。喜欢你，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了。